一年一度的热气球嘉年华开幕前夕，史前馆和台湾中游公司合作，邀请大王国小的小朋友参观史前馆，并制赠热气球嘉年华的细流体验券。我相信这只是第一步。他刚才问我说：“馆长，我们是不是只有30部？”我说：“对。”花莲会有10部小朋友来，台东有10部小朋友来，那屏东，董事长他没有明白讲，他好像觉得很少了一点哈。我相信呢，董事长在还有其他公司的同仁只要我们好好的努力觉得办这个活动办得有意义我们希望今天只是一个开始也特别提到说，虽然我们在台东有这个东部地区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但是很遗憾，有一些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他们碍于这些资源条件的限制，却没有办法来这边享受、来参观、来了解，这一点是有一点遗憾的。那么回去之后，我们就看看能不能稍微略尽一点力量。小朋友以直笛和陶笛的表演，感谢史前馆和中游今天办理这样的活动。参观博物馆以搭乘热气球，对一般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但对许多东部偏乡的学童却是一件遥不可及的梦想。史前馆推动圆梦计划，就是希望结合民间企业的力量，让更多的小朋友来这里参观学习，使史前馆能充满学童们快乐的笑声。东台新闻刘大猷台东市报道。